上集说到，杜鑫倒插门的徒弟和老板女儿在二手乐器的帮助下终成眷属，同时城中的其他人也在二手乐器的作用下相继牵手成功和相亲成功，而科技教会的人也成功通过本次暴乱入侵到了青港城，并开了一把爆破模式。许久不见的秦然老铁上来就为我们的陆鑫送了一发火箭，直接拿下了我方吉普车的一血，随后叫上他的小弟进行火力压制，他一人去摸单 A 点下包，我方队友火速赶到现场，并在全甲长枪的大优势下被对面打了个团灭。最后妈妈及时登场，开启风墙挡住了所有飞行道具，陈总回蓝完毕，开启大招给对面开了个队友伤害后，本着攘外必先安内的原则，对面把自己队友给干团灭了。此时此刻我们的女主也即将登场，欲知后事如何，且看本集后续。陈大校友安全送往医院，目前正在接受紧急治疗。是，正在处理中。正在监控。二号卫星城通讯情况控制住了吗？还没有。各位能力者，我是二位通讯组组长铁翠。青港城内的污染暂时处于中度扩散状态，平均精神量级150左右。若短时间内不能采取有效举措，污染可能会进一步升级。第一支援小队将在两分钟后出发，队员为九五，还有娃娃。孙叔，你们没事吧？孙叔，小洛，人呢？文明先生，陈辉，你们怎么来了？陈大校让我们来这儿接应您。卫星城内同时爆发了五处大规模污染，情况非常严重。红月亮小学的师生都转移到了安全地区。文明先生，你要去看看吗？不用了，辛苦你们。陈大校怎么样了？他被及时送往医院，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。他给您留了话，知道您不放心这里，还是眼见为实比较好。现在立即赶往清江路广场支援，那里需要您的力量。让陈大校安心养伤吧，其他不用担心。既然他保护了小鹿他们，我也会竭尽全力去保护他在乎的人。信息分析小组已就位，丹兵先生。丹兵已就位。丹兵先生。你的身体情况是否允许你执行任务？问题不大。好，现在通报事件初步调查报告。096号特殊污染源疑似与义卖玫瑰的男童相关，威胁等级与污染等级均为高级。受赠玫瑰者会对赠予者产生异样的爱慕之情，并逐渐发展为畸形的战斗力攻击。该污染潜伏期较长，且在卫星城各处同时爆发，推断此污染受人操控。是能力者所为。十七，帮哥哥一把。三名先生，您千万小心。卫星城内现有五处污染源，其他能力者正从主城赶来支援，但人数还是不够。壁虎。知道，叫我参与支援了。怎么，心疼我了？我不会让科技会破坏青港城的。我要给兄弟们报仇。壁虎，你注意伤口。哎呦，尤琳娜，你这句话，就算让我单挑精神怪物，我也心甘情愿。哎，出啥事了？壁虎先生，您自己看吧。